那保罗这里就说，那对那些犹太教师或者有一些信徒已经被这些东西很看重人的条件啊、行为啦、人的外在的虔诚，很看重这些的人呢，他说你们要靠这些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靠的话我也可以靠。所以现在他把他自己身上很优越的那个犹太人的条件其实保罗身上的条件真的是不可思议他身上的整个的条件是占尽在犹太人 当中占尽优势的那个条件。各位看这 六个地方说我第八天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以撒雅各的系统，我不是以斯玛列的系统，我不是好像亚伯拉罕呢他用钱买来的一些奴仆买到我家然后受割礼的，那些是十多岁受割礼，二十多岁受割礼，我是生来就受割礼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系统。他要讲的是这个，因为犹太人很看重的是你老爸是谁啊，你爸爸是谁，你的祖先是谁，你是哪一个 genealogy 下来的。犹太人看的，其实我们华人也是很看重这个，各位有没有发现你们到中国去如果你的那些你的祖先中国人的这个前面几代是这个国民党的，台湾国民党的，肯定去农村耕农甭想在这个政治界里面做官， 绝对不能，对不对？是看重这个前辈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第八天受割礼，第二呢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各位，便雅悯支派是什么？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王，便雅悯支派出来的。然后便雅悯支派呢是当以色列南北分隔的时候呢，各位都知道嘛，上帝讨厌北以色列的，北以色列没有一个善王，这南犹大是那个大卫做王，那大卫的系统留下来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所罗门下面。所以呢我们便雅悯犹大利威族其实都是在这个南国犹大，所以你看我们是效忠于大卫的系统，大卫的家，效忠于大卫的家。所以他要讲的是这个，对不对？第三他说什么？然后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希伯来是指以前过河亚伯拉罕这些人，他们讲希伯来话，所以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的意思就是我保留希伯来的言语，希伯来的习俗。你现在以色列当中已经很多人已经被希腊同化了，所以讲希腊话，你看我还是在讲希伯来话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不得了，他的条件是真的不得了。各位看，然后再讲什么？按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这样的，法利赛人是你自愿要受你祖先最严谨的那个教导，最严格严厉的那个教导 受教。然后保罗是在加马列犹太人最尊敬的老师，法利赛人的老师的加马列门下他受教的，所以可能他是被黑汗被黑汗要坐最高的那个位置的那个，所以加马列门下。其实上帝很奇妙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条件放在他的身上。然后这里说按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各位会知道他不但在耶路撒冷逼迫人，也斯提凡是他逼迫死的，然后他拿着那些书信到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外面把人拖进这个监狱里面。甚至各位，这里有哪一个人是这样热心到这个地步？你发现有一个异端马上拿枪就要枪毙他，甚至到这个地步他的热心。然后按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全部守了。各位，他要讲这个来干什么？各位，按人性来讲，有谁不要夸耀自己的优势？如果你做得到的地方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你做得到的地方你很想你做得到的地方为那个标准，对不对？因为我都做到嘛。如果你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你做不到的话这个不可以就是这样。但是我做到，所以你做到的人好像我们当中，如果你们 有一些某一些好条件你都愿意那个条件是被高举。比如说你是踢足球的现在你是最开心了，对不对？然后你愿意整个国家能够高举足球，就比如这样说，因为你有那个条件嘛。所以保罗要讲的是我这个条件我干嘛要改教我这个条件其实按人性来讲，我为什么不要高举其实呢，犹太教我全部吃的喝的穿的坐的
都是按照犹太教的习俗无可指摘的这样做出来了，我原本能够得到众人的一个尊敬喜爱的，但是要不是神的灵启示我，要不是神的灵启示我，就一个 无可抗拒的一个变化临到我的心，我不会撇弃这条路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你们要靠吗？如果我告诉你们，如果以前我这样守律法，我可以很自由很喜乐，我早就守了，我早就走这条路了，如果我能够做这些东西我得蒙神的喜悦的，我早就做了。所以他是要讲的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我现在想回去，那个时候我是这么被捆绑的，那个时候我是这么痛苦的，那个时候我是这么假冒为善的，我现在才懂。你看福音的真理临到他的时候，他才懂才明白。所以这个叫福音的大能，把这个全世界最难改的人，这个最难改的就是人的思想已经深根蒂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老人家比较难改思想，人家都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保罗是等到他40岁最成功的时候呢，这个上帝向他显明，要告诉人这个福音的大能，他不是疯子，他也不是骗子，是神的灵真正的启示他，这个基督信仰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不然一个这么成功的人，这么有德行的人，他怎么会放弃这一切呢？